养鱼的一天开始了，来看看鱼缸里的小伙伴吧。把大虾叫出来，开饭了。前几天都不理我，终于顶不住了，好像没有吃饱的样子，又爬上来找我。那就再给你点吃的吧。一只卡在水里吃饭的虾，看一下这个缸都开始长绿藻了，小虾米们正在努力地做着清理的工作。那就再放一点饲料作为奖励吧。小孔雀鱼的胃口非常好，每天都吃得很多，今天放少一点，控制一下它们的饮食。这个鱼缸里就两条鱼，吃得不多，所以还没有长藻。不错不错，继续保持，一次喂一点就好，大家养鱼不要喂太多哦。来看一下上面的鱼缸，环境还不熟悉，小鱼都躲起来了。这个缸里的鱼也躲起来了，草里有个鱼脑袋，可爱的小螃蟹看到我就想跑，昨天刚吃了我一条鱼。螃蟹缸有点小，水蒸发得太快了，改天换一下大的。鱼缸有点少，改天再来做一批。你们喜欢我的鱼缸吗？